嗱，各位 D18沈大师讲投资嘅网友，大家好啊！嗱，唔使太惊啊，个市呢下杀落去24,500几，差唔多到我哋嘅目标噶啦。嗱，我一阵再讲个市，而家先讲只美金先，破咗呢个双顶，破埋呢个位。嗱，不过而家美金强呢下咧，我当系假突破先。未可以作準，因為仲有一個位啊，94.5，當然啦，唔係搬龍門啊，而係喺啲破位嘅階段嗰啲咧，仲要睇下佢究竟破唔破到，定係實際上真係破。咁呢啲咧就睇多一兩日為準啦嚇。但係點都好啦，其實美金咧呢次咧，基本上去行，退市又死，唔退市又死。唔退市，咁啊股市未死住，但係就個美金就一定要死，所以呢暫時靜觀其變，啲金唔使太驚嘅。嗱，因為呢你會見到發覺原來一樣嘢，美金升，黃金今朝都係升，咁即係咩呀？代表咩呢？代表其實金已經對於美金嘅升呢開始抗跌啦。呢、这個咧，亦都係市場上經常我哋要見住要摸索住。點解我成日講呢個禮拜嘅事咧？你要摸索住嗰個力度嚟到去判斷實質嘅情況，就千祈唔好一下子咧喐你就驚。正如恆指一樣，嗱，今朝破底嘅，破咗24,800個位，落到最低咧24,850。咁啊～我記得咧，就應該上呢一節節目咧，都同大家講應該係禮拜三嘅節目咧，同大家講過，留意住呢次係會破落去，或者甚至乎去到24,500，你就可以買 call 噶啦嚇。嗱、咁當然啦，買 call 買牛證咧，你哋自己去衡量判斷，牛證就始終有個風險就係、是。真係好唔好彩，打多幾百點咧，穿咗食收回你嘅牛證咧，先至升翻咧，咁就弊噶啦。嗱，咁我就俾兩隻建議，嗱，純粹建議嘅咋嚇。兩隻 call， 嗱 call 都夠力噶啦，因為呢浸上去咧有千幾二千點嘅嚇。沽物論係反彈定係當佢係認真？但係到時再睇嗱，呢兩隻 call 咧，第一隻23146咧就安全啲。而家但係而家做緊一毫子，咁啊行使價26,000，2022年2月到期，咁啊26,000咧就應該可以勉強到價內嘅，所以咧毫零子你搏上去有應該如果我哋真係搏中咧就有。一倍到啦，咁你唔好買多喎、嗱，即係買 call 咧就唔同買正股，正股你就買得㗎啦。其實好多隻咧，譬如阿里巴巴、騰訊啊嗰啲 call 嗰啲正股咧就買得㗎啦、可以作為收集。好啦，另外一隻26947呢隻咧就2,000几嘅啫，咁啊，但係行使價26,500。2021年9月，即是说今年9月到期，倒一个月而已，所以风险是高的，即是不到价就没有了。那这只就2,000几，你譬如说10万股2,000多元倒得起啊。不想大家重锤去搏，只是给大家去摸索一下，就是见底回升转角那一下。咁啊，當然主力我哋仍然買正股㗎嚇，咁但係咧呢啲用10,000几買嚟搏下咧，可能有意外驚喜啊，即係會個回報可能好勁嘅。不過真係鍋輪牛熊證嗰啲係少住去搏嚇。咁啊嗱，我叫大家一路忍手，成個月啦，忍手咁耐，其實都係等呢鋪嘅啫。看看呢次我哋搏唔搏得中啦、但係就有少少搏噶啦，其實亦都脱離咗話沈大師講投資嗰樣嘢。嗱、投資嘅咧，正股咧就買得啦嚇。咁啊，呢、這個
恆指科咧，純粹一個短線嘅投機嘅策略，係俾大家嘗試下個感覺。用10000+嚟到去搏下咁樣睇下個情況嚇，因為都等咗好耐啦，希望可以啊，即係有唔錯嘅回報啦，俾大家搏下咁啊，10000+搏多10000-20000咁，希望就係大家感受下。不過都係最緊要，我哋嘅宗旨係沈大師係講投資嘅嚇，咁啊依啲純粹係因為機緣巧合。覺得而家係一個好嘅時機，咁大家不妨試一下啦。